제가 처음이다. 전에 처음이었어. 갔어. 아, 계속 있어. 这些人离两百米没有吧，前面可能就是。 这有个雕塑，模仿的雕塑，这雕塑定一下啊，这新的，全我走这边没看那个雕塑，要走过来七点，十七，走了4分钟。 7:40开始，下来。哎，走。 这个几年了？3年。3年是吧？嗯。哦。这。小狗儿。嗯。要玩跑马，快跑！这。哎呀，不是。
在了。线路输入。说明什么？拍个不好拍，拍的那个拍不好，拍不起，拍不起，这样子比较开。
还会那个那个的，他们条件也比较好，足够，他们素质也不错。我陪了个女孩，小女孩陪了好多。点我自己，这个小朋友没来吗？来了，都是吧，还是小朋友来，还是没来？这他叫什么？小的厉害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名字忘了，但名字不好记。哦，他名字不好记，这都有点叫卓玛，卓玛嘛是笼统的一个说法了，应该是好像是小天，天使的意思了，卓玛是好像是笼统的说法。他自己的名字，当时跟我说，永琪跟我说了一下，我没记住。哦，这叫什么卓？卓就是一个提手边那个一个手指那个。卓的意思是湖泊。啊，是水泊，是湖泊叫卓。那他这个名字，女孩子名字叫什么卓？我搞一下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跟永琪差不多的那个，那个女的，她有40来岁，比永琪还老大一点，演出力也不错。他的舞姿就是相当熟练的了，他的舞姿。你们罗马广场那边一个酒水，一个叫什么小马，一个洗脸机，那是今年就小曲，那跳的很好，就他没穿长裤。他在不想穿裤就没带特色了，就是跳广场就要想穿裤才有特色。啊，那个叫白衣服的那个，啊，那个比较不错，那个，他的舞姿相当好，一个是人的那个身材，一个是舞姿，他整个上半身啊，还有照顾他，啊对，一个舞姿，小伙子呢也有几个不错的小伙子，他们那个一个欢迎来，啊，昨天我来过一次。第二次啊！你说的人来啊？我就跟着他们一年多了。哈跟着追起这一年多了。有几年也没那么少。哦，这还是那些姑娘。都网络吗？有点很自然，就是过得很胖，那么多人拍过就我还不错呢。而且是这个演技还不错，还可以，还是身材胖了一点，真的瘦一点。还有些怎么减肥都减不掉。啊，对，对对对对，就天生的。对，还年纪大，他就是年满三十来岁。去年排的，这是比较早的，就是永琪，他连什么不都懂的，他那个身材，他是老师，是一个是身材，一个是舞姿，那个面相，但是不是漂亮，他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心里想我们也不太清楚，我们也不敢欺负。哦，跟方主任打交道呢，还是小心一点。对。那有点不好说，而且他那个一些不太正经的，没有弄。我曾经差点他们想要杀我，在猴子碰到的，很野蛮。所以就又还是很好。对。他应该在成都上班了，不然是的，他的一直都在，他一直都在这里。就是这一年多，以前我不在这，还是我因为他是开商店的。
你看那个该拍接拍接拍那个是看香点的，那也看胡装点的。开始我约他也是，后来我问他说他不是，他是教授的。他好像是说民大毕业的嘛？啊，他是民大，现在民大。民大小兵的呀？啊，哦，没有，不太敢信我。还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哦，不太敢信我。真的是看了我已经，我觉得他是他的弟弟妹妹的。啊，小伙子。啊，我知道。也不敢接触太多。对啊，反正就关注一下。看了。好了，好。我是把那个全部都把它拍进去。昨天人很多，他们昨天穿的衣服都不一样。啊，我不是每天都来，我在这个华师市场。啊，太多人不行，是偶尔的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就是他们听说是每个星期三，啊，穿的衣服都是全部是穿的正装嘛。啊。然后其他都是就随便，策划有安排，他自己组，他们自己组建团队，对，招学员那种，对。然后呢，是宣讲他的藏族服装，是吧？对，那个藏族服装还是很有特色，他那个很贵，那个正宗的很贵，对啊。还有飞无人机啊！昨天晚上飞无人机啊，那些还很多拿那个设备的哦，有起码有六七个。今天晚上人少一些，是人少，今天拍摄人少一些。这里已经很有名了，广东的、北京的、上海的，走在那边都看到了，做视频，都专门跑过来，都在这里。下雨喽。下雨了，没事儿，我戴了帽子的。这个大爷80岁，和那个拥挤都一年了，认识一年了，刚刚跳的时候就知道。
啊，下雨还是行，是吧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去了，下去了。还要鱼伞了吗？鱼伞。鱼伞。那吃了么了？这鱼伞还在吗？哦。单独拍一张是吧？可以可以。我就不要说手机拍，你两个在那站了一下，我拍一下。我还是你站的时候讲多少的？啊，有光灯。直接过来播一下。拿来唱的哦。
我是第二次过来看看你这儿这儿这儿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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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好，你怎么这么给他天天上班，天天上班是不是你？昨天晚上来呀，昨天晚上来。你是不是天天上班呀？嘿嘿嘿。我每天，他很勤快。这可以拿着拍个照。可以放，这衣服上有水。我把这个取下来。哎我叫我手机我给你拍吗？可以给你拍。这个好像没有效果的，要那个原相机什么的。哎呀好的，这个帽子给你用的，我帮你拍。哎太好了，咱多拍几张，你慢慢选一个。等一下要去吃饭啊。哪里？兄弟，我出道进来。拍了很多。好。不要拍了，每一次不一样的，真的。先走，先跟你说的，不拍视频。要去的那个朋友。为啥不行？不行，不拍。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你走。为啥这么不能拍？为啥这么不能拍？你不能拍，你们占不了我粉丝不？不能拍。我吃哈。我把哎呀，俺们啥样子？42了，现在。要嘞，这个要那个。不行，这个高。有什么？真有什么？你选我拍了很多，没说你随便删都可以。可以，现在可以。走，拿电话。